八七。我打拳的，你打花的。不用。我打拳的，你打花的。我打这样的，我打那样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打进去了。你开车。昨天晚上到那儿都死掉了。完美的进行了三颗，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东西啊，可以加那个加东西。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，不需要去学什么的。谢谢订阅。没运用好跳球那个东西。就是嘛，你们应该鼓励我，多多的鼓励我，真的，我都能把球打跳起来。完了，我们俩真的是悬了。
的，肝不好卖，这得用什么衣架啊，用那什么油。谢谢素素。是吧，我们俩都得整点小道具，这没有道具不好玩。你进几个了？我靠，我给你看看我进几个了。根本进不了，对，我觉得我能打着就不错了。这个球不是我进的，根本进不了。我进四个了，这他的这个我进四个，太难了。谢谢虎灵。转一下吧，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给我的，这是给咪的呀？我打不着，用筷子的。这是给我的吗？敲秋雷板，我谢谢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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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我们请到了特别的嘉宾咪，卧龙凤雏，现实版卧龙凤雏。完美的线条一下子进了袋，这个白球啊，完美的进去了。哪个是主播呀？我是，谢谢齿梨的虎灵，好久不见了，齿梨。对，那个也是主播，但凡白球远一点，晃晃就哎。对，因为这样比较显身材。谢谢零零子的粉丝，进不去。放弃了。一个口一个米的米，打不进去。
我赢了，他把黑八打进去了。Unbelievable， 摆球吧。输了。哎呀，轻松啊，好轻松啊！一下子1-0。哎呀，我那一呢？现在是赢了，赢了啊，赢得非常的轻松啊。死活不赢你。孩子直接把黑球打进去了。
哎，这边有没有帮帮我的？这边，让两个血瓶，让丢丢给丢丢增加点难度，帮帮我吧。哎呀，这我多不好意思。这个一号啊，谢谢啊，笑死！谢谢乌龟哥哥的红娘。哪有太严？谢谢 C 子。说什么屁话？转盘啊，我就有点活腻歪了，我觉得这把必赢了，给我增加点难度吧，我觉得这样对咪有点不公平。
有人订阅我，很好笑吗？真的很好笑。你来吧，说你什么事儿？谢谢订阅。你来吧。怎么了，细狗？开始叫什么呢？花钱了，那可不花钱。Thank you.
因为今天订阅谢台阶的虎粮，说话长点脑子，嗯，带着脑子说话，谢谢，感谢订阅。我差一点黑球了，差一点黑发金子。哎呀，你想请我吃是吧？吃饭你们直说呀。看一下我们的转盘，还有左边我们集齐图书得多打一个球，集齐爪子满100个少打一个球，然后红牌是我可以少打一次，然后枪枪可以指定道具打一整局，然后我们的转盘就是可以加东西打一次。我就不知道，哎，气不气人？哎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喝点酒。好，我打字的时候我还有个问题。你要看黑的腿，对不起啊，不小心挡住你了。本身就矮，我才162，我本身呀。Thank you.
晨，欢迎一晨，欢迎。哎呀，欢迎最新哥哥，欢迎李哥家的最新哥哥。咱这把谁输了谁跳舞。是吧？我觉得家人们应该都想看，我也很自跳舞。想你了，问题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来吧。兄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。我知道你们想看，我也想看。啊，这怎么还在教作弊的？是吧？跳舞可以，我也觉得跳舞可以。谁输谁跳呗，对吧？谁输谁跳呗。你们要想让我输的话，咱看看、啊、咱转盘的东西。我可以啊，我都可以、啊。设计就是这样的，哎呀好无聊啊，这就是赢的感觉吗？天哪，哎呀好无聊啊，这就是赢的感觉吗？天哪，好嘞，我岂不就是赢定了？差一点儿呢。谢谢谢谢哦，谢谢 Summer。哎呀，算了，我放弃。来吧。想帮你。
差一个。好嘞，收到。我不能。用筷子的。声音了，不应该呀、啊。搞笑吗？太搞笑了，哦，好。光流量太高，没买不起。两个五吧。
来吧，我让你家的兄弟点一个。有没有看想看什么啊？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来吧，我想看啥啊？我想看库卡伊。我帮你运镜，你摆那儿就行，摆那儿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可以帮你运镜。不用了，来，我运镜。没声儿啊。两个血瓶再给我增加一点难度，就是。谢谢周周，你干嘛？你还要给我增加难度？就是这个游戏快点结束。差一个血瓶就可以赚了。家人们有没有看一下我们血瓶的？可以给对方用，也可以给自己用。看你那有个血瓶，还差一个。他可能就是可怜我，给我刷刷的，就是一个好心理。Thank you.
说那点难度啊，我觉得这很无聊啊。好 ，Nice to you。说得出口，我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。指定用什么道具打一打一整轮啊，多有意思。搞笑的，算是吧，搞笑女。我打花的，你打谁？
小虎牙。瞎玩什么啊，我那我好意思，你好意思说我是在瞎玩吗？我是很明显的是在放水。好像吗？哈哈哈哈哈，好像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有没有看到我们转盘的呀？我打得好。
输了跳舞，我们输了谁输了谁跳舞。你进去了，来吧，跳舞吧。啊，大摆锤，来来，家人们看，就得跳舞了。啊，不，啊，你输了。为什么？黑八进去的是输。啊，黑八进去是输啊。嗯。你以为呢？就是把你的所有球打完了再打黑八，那是赢。嗯。你光打黑八，你的别的球没打完，那是输。啊，这样啊。来吧，宝。我以为打黑八是赢呢。叫丢丢，来吧，大摆锤。这是大摆锤吗？不是音乐。哦，好像是。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哎呀，真无聊，我也想跳，怎么没有人让我跳一个呢？晕镜，怎么能晕镜呢？给你们整个不晕的，发个福利。丢也跳，丢板也跳一个。只有给他家哥哥看。完了，咱这儿没得可看了。一米八，一米八，我就往一米八。不是啊，他是搞运镜的，他不是跳舞。不是，对，三分，我把这个牌子翻一翻。今天就要吃，那个咪就要请我吃饭了，好开心啊！谢谢订阅。我一定会多吃一点。好。Thank you.
想吃饭，我饿死了，我从早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一口饭都没吃，一口水没喝，喝了点咖啡。我很奇怪，我四肢也不发达，为什么头脑还这么简单？从没打过不打了半天了，但是就跟没打过一样，就是没有被知识污染过的清澈。谢谢订阅，谢谢我老和尚。头脑也不发达啊，头脑四肢也不发达，但是头脑很简单。咱们去哪儿？一会儿单飞。去哪儿啊？据说是吃日料。
学了，你不打麻将？那我就打，试试呗。哎，手机拽回去了啊！哎，哎，完了，我这这把要输了呀！真能蒙，我今天的运气值都花在这儿了。男的看了都尴尬。为什么尴尬呀？我就不觉得尴尬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射牛了吗？你们对射牛的要求好低呀、啊！这有什么好射牛不牛的？上不去。
我没有打足球。鞋一米八呢，就是穿鞋有一米八，那肯定啊，而且女生显高。谢谢订阅哟，你打吧，你自由的。谢谢小虎牙的血瓶，还有熊叔哥哥，再送一个血瓶，可以转启动一下我们的转盘哦，启动一次我们的转盘。这案子连我都撑不住吗？不是，说这话好像我多沉似的。好嘞，谢谢。我是来打乱的吗？我真不会打，我的运动细胞就是几乎是零吧，我的运动细胞。再拼一个。谢谢订阅。有没有别的给我看一下？我们可以拼一个血瓶转一次，现在就差一个血瓶。谢谢订阅。有没有拼一个血瓶的？我打着。这和运动细胞没有关系吗？那和什么有关系啊？智商喽。那好吧，我智商就是低。我那个球怎么动？我就可以下。我的协调性、反应速度都是很差的。没打着都挺好，朱咪别放水，拿出真正的实力，拿出真正的实力，我就把这个台球厅包下来。啊，以后输了我谁都不许在这里打球。没
大的。饿死了。哎呀，去楼上吃韩式料理。去这楼下。行，都行，你吃你的，你想吃。你吃了吗？没吃啊。你也没吃。我下午喝了点。来本书。我刚刚西山和学期五。对，隔壁也是。哎呀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昨天吃的就是那个饭量。我今天吃在天津。终于结束了。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除了不会玩，其他都挺有意思的。那咱们就去那个什么万达回来，到时候看看有什么玩的。做设施。韩料应该就是烧烤呗。哦，就是锅拌饭，那确实是有点没什么意思。车到了，走吧。好像是要去日料的样子，嘿嘿。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。